跑不跑的事情。刚开始是在成功岭的时候受训的时候开始跟着一些朋友开始报名参加马拉松，从一开始从三公里开始跑，然后开始喜欢这种感觉。退伍之后跟朋友在两年内征战了北台湾跟花莲宜兰的大大小小马拉松赛事，跑步让我感觉思绪清晰，越加了解你的身体状况。跑步让我更了解自我，跟我一起跑吧。